这还能输的吗？不可能吧！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大中小老板，干你啊！有好几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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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他还是不要帮我协防好了，他自己都守不住了。啊！完了，我忘记了。我来不来得及，我这把顶掉，搞不好来得及。他这样有复制到我会员吗？哦，没复制到，没复制到，哦、好险！干你娘，要顶得够快。这有时候会接过头啊，忘记了呀。平头一幕，这协防好像不太对劲哦，好像是漏防的部分哦。哎呦，好险！我跟你讲，差点要按，刚中途克制住，靠腰啊，他妈差点要按下去。我切太少急流了，我忘记吉山对面会有急流了。跳错边，有喽！哎，他怎么那么慢冒箭会有？有喽！真惨，真惨！哎，哦，跟你讲，还好没传给我。造流川枫，不是喽。
我真的觉得我的手速还不错哎。差点没中。哇，他扣手没，一直扣，很可爱。操！哇，又扣！怎样，老妈是不是？强百一定要扣哎、欸，不扣不开心哎、欸。被动超，给不给？哇，飞天鱼柱！撞停！哎哎哎哎！撞停超没给，我操你妈的！补扣！还有扣？有变相补扣。我们撞停就流通了，我刚刚超出来蛮奇怪的，有机会撞他。干你啊！我要死了！又来一次啊！飞天鱼柱！哦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你想一下，有喽，嘿嘿，绝杀球，这样还能输的吗？不可能吧！这样还能输的吗？不可能吧！他妈真的看不懂，傻小啊，太扯了吧！他可以他妈刚好推到我，然后两个队友他妈的都没个盖到，只有给到干扰，傻小。